嗨，嗨嗨，传统服饰的妇女。再过五分钟，我们即将结束我们今天上午的所有节目。哇，这个很厉害耶，一整只。还是用木材？对呀，专业的 YouTube， 就是用闷的，对不对？是我表妹。哦，这个是传统的烤山猪。好，我点。喂，不要这样讲。王经理，麦克风，麦克风，哎，可以，站住，站住，吴学礼的表妹，梁不是表妹夫，表妹夫，梁东平，梁东平站住，梁东平先生，哎，梁东平先生站住，西口二街七十号，嗨，江家一箱啤酒，嗨，好的。快吃在那边，那你可以坐了。我们不会长高的。你们站，我也站起来。好了，坐了。干杯！哎，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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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今天早上打的是不是叫杜润？杜润 ，yes。要来开箱一下。对。这是我们阿美族的传统食物。对。还有那个。没有打的叫做哈哈，哈哈就是糯米饭。哦，哎呀，哇，这看起来就很棒哎！无论这个是大老爷最爱吃的，真的吗？对，他最喜欢吃糯米，吃糯米。我糯米所有的糯米东西都喜欢吃。哎，这个就是哈哈，这个是没有打的。哦，这个是米哎，糯米饭。对，这是没有打的。对，哦，我们要好好的尝一下，这个是现的。你刚来，哪里受伤？受伤的男人了哈，刚受伤了。哎呀，你没有打电话给周光明？有了，好戏。早上，你每次好戏。今天东平吃的这个肚润，这个叫肚润，是阿美族现打的马蹄，纯粹的马蹄，对，纯手工，纯手工，打出来的。对，而且是为了今天的丰年祭特别打，非常好吃，原味的，做一下就好了。哎呀，它这个紫米的哈哈很好吃哎，很好吃哦。而且那个糯米就是很有嚼劲，越嚼越好吃，越甜的感觉，越嚼越香。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那个独论的亲手打的。哎，你会上脸书哦，我跟你讲哦，你会上脸书哦。不好意思，月梅来的。丰年祭，对，今天非常开心能来到这个溪口来参加他们的丰年祭。来看看，真的是很热闹，因为家家户户都会在自己的家里面，每家都会这样，对，设宴款待大家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部落的朋友有要的话，那边比较没有人情味。他那个是商业，对，商业化，已经商业化。对，我们就是来这边做客。他弄得很漂亮，很华丽，很漂亮，让你去看，拍照。然后你们看拍完照就回家了。对。这边是你来参加，然后就来吃饭，对，然后一直到晚上，喝到醉为止。大家看，不是游泳池了，那个自己带来的那个，超棒的。拜拜了，晚上见。拜拜。好啦，我们现在呢，刚刚从溪口部落的我表哥家，好，应该算是我表嫂家啦，他娘家这边出来。哦，今天真的是很惊喜，因为我们是临时，然后接受到邀请，是因为我坚持，对，本来还是不来的，对，结果东平坚持要来，这样子就是接受到这个溪口部落的人的邀请来参加他们的丰年祭。那我们刚来的时候有看到他们在跳这个大会舞，那个算不算是一个大会，算是一个迎宾舞了，
就是这些这是怎么讲？为什么这么阿美？对，为什么你会走到？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是夜总会，喜安娜也夹到夜总会嘞。哦，这个不好意思，各位祖先，我们不是要来打扰你，我就不小心误入到这边了。好大啊！对，这地方很大，对。好，就是受风向第二公路。第二公路这边应该可以出去吧？可以出去，赶快出去。对了，这一路可以出去。好，就是阿美族他们的这个丰年祭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最后会有一个迎宾舞，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就是会邀请所有的人一起去跳。那我们之前去参加太巴朗的时候，他也有。那因为太巴朗是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观光性，他是传统兼观光嘛，所以他那个人非常的多。那我们今天去就是纯粹溪口部落他们里面的一些各个部落的人举办的，然后我觉得蛮原汁原味了，应该这样讲，对不对？这个你知道溪口部落，来源是什么？来源是什么？因为溪口很像蒋介石的家乡。我觉得你应该胡乱。浙江省，对，奉化县溪口镇。我不相信，你要骗我。我相信应该也没有观众会相信他吧。好，我们现在要经过这个溪口部落的这个聚会所，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溪口部落的入口。然后我们刚刚已经有看到，这边就是聚会所，这边大家看到没？就是一个，就是这个聚会所。他们的这个丰年祭，我刚刚听我表哥讲是有三天，今天就是一些他们有一些歌舞表演啊，然后一些怎么讲，传统技艺的竞技比赛。我们那个泰鲁格族也有，他们也有一个竞技比赛，所以今天第一天的活动大概是这样。然后今天晚上就第一天晚上会在这个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聚会所会有一个大家聚在一起欢乐跳舞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晚上如果有空的话也会过来拍一拍，给大家看一看。他是泰鲁格族，我是泰鲁格族。泰鲁格族没有丰年祭，他们是感恩祭，只有感恩祭。对，为什么呢？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其他的部落都自己耕作。泰鲁格族不跟做，是以打猎打猎，都抢人家，怎么抢人家？我们是打猎，然后感恩他们的丰收。你不要乱抢，不要乱抢。我不是打猎 ，OK。因为感恩跟这个丰年的差别就在这里。我觉得你都会传输一些、灌输一些错误观念，那你纠正就好了。大家。大家不要相信他了，真的。好啦，总之阿美族的这个丰年祭，我觉得真的很有趣，很好玩。然后第二天就是明天，这个不是第二天以后就不是给一般人可以去的，就是真的是他们自己，因为是他们所有的阶级，因为他们有分阶级嘛。比如说年纪长一辈的一个阶级，然后几岁到几岁一个阶级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会各个阶级做一些聚会，然后。年轻的就是新一辈的人会去老一辈那边去做拜访，然后去做一些对，就像那个蒋万安去跟党内的大佬情谊，就这个意思啊，去跟郝龙斌见面，类似的意思，对，他有个传承的意义在里面。是啊，是有吗？等一下，我不知道怎么接。对啦，总之就是有这样的意义啦，所以基本上后面这些是一般人外人不能参加了。那溪口部落这个是因为有人邀请我们，所以我们有去，然后也可以去大家的这个一般家庭里面吃饭。所以各位如果一般游客如果要去这种比较传统部落，不是那种对外开放的观光的那种部落的丰年祭的话，最好是先问一下，问一下说一般人可不可以去。然后有一些像这一次这个溪口部落，他们有一个就是公共安排的官方的一个吃饭的地方，就是你参加完这个上午的活动，他们中午会有一个官方的你可以去吃饭的，大家一起去吃饭的一个地方。那如果是这种谁都可以去吃，但是如果是一般像我们刚刚拍的是人家家，这个就必须是部落的人去邀请。所以建议各位如果要参加这种比较传统真的就是小部落的丰年祭的时候，建议可以问一下。今天真的很开心，然后
最棒的是那个阿美还送给我们他自己亲自打的这个赌论跟这个哈哈，太棒了，冬饼可以很开心的吃两三天。对，我最喜欢吃糯米，吃软不吃硬，吃软真的，哎，真的好吃。建议各位有来参加这种台湾丰年祭，尤其是阿美族的，一定要吃他们的赌论跟哈哈，真的很好吃，当天现打的，超赞。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溪口聚会所，那么晚上的丰年祭活动已经开始了，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阿美族的勇士在这里。
常非常的精彩。好，我们刚刚离开这个溪口部落，参观完他们的这个晚上的丰年祭的舞蹈表演。嗯，哎，我觉得好精彩哦！而且我发现，就是泰鲁格族跟阿美族的丰年祭的内容，就他们的舞蹈内容蛮不一样的。是啊。就是像，因为泰鲁格族是算比较，就是比较狩猎啦、编织啦、火黄琴有没有这一类，所以在舞蹈的动作里面会加入很多，比如说火黄琴的动作啦，或者是那种编织的概念有这一类的。可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有一些表演，它是加入很多海洋的概念，因为阿美族是属于那个捕鱼的，啊，就是以这个捕鱼为主的。我发现他们对于海洋的这方面的那个就蛮多，你感觉呢？阿美族是属于蓝道系列，泰鲁格族是山脉，山脉系列。哎呦，你现在很会哦。南岛系列都出来了，总之很有趣啦，因为这只是我个人粗浅的想法概念而已，只是说我也有自己看这几场，哦，有看了一些丰年祭之后我自己的感想。欸，各位如果有看过一些丰年祭的话也可以留言，我们可以来那个就是切磋切磋，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对，那我们泰鲁格族的我们万荣部落是10月15号我们的感恩祭也要展开，所以到时候，因为我们好像几年前有拍过一次感恩祭，我们泰鲁格族的。那这两年是因为疫情，后来就没有。那今年有要举办，所以10月15号的时候，我会再拍我们泰鲁格族的丰年祭。那感不是丰年祭，是感恩祭。到时候大家可以再来比较一下，就是泰鲁格族跟阿美族的不一样的地方。听我一个人讲，对了，反正很有趣、很好玩的一个。听我讲，听我讲的会被误导。误导。对啊，总之就是各位，七月基本上是7月到10月，花莲各部落都会陆陆续续举办丰年祭。那我们刚看的这个溪口部落是属于部落本身自己办的小型丰年祭。那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大概7月底。都会在那个花莲的体育场连办3天，那个是联合丰年祭，是花莲县政府为了观光客招揽，这个就是大家哦，可以一般观光客都可以参加的。所以如果你们一般的可以参加那一种，那或者是你也可以来参加像刚刚这一种小型的，对，丰年祭。那就是唯一的一点，就是不管参加哪一族是哪一样的丰年祭，都希望各位可以遵守部落各个部落的规定，这样子。好啦，那我们今天就结束了非常愉快的夜晚跟非常愉快的一天。今天等于是跨部落的交流啊，我们来溪口部落交流一下。好啦，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各位收看喽。溪口部落出草，出草，不是，没有出草，出差，交流。好啦，那我们就这样喽，下次再见，拜拜，拜拜。